兄弟们，他们几个疯了吧？用脑袋撞树，这是要到哪一出啊？玉儿，您所不知，我们正在练习铁头功。单立元组织了一个撞门大挑战，听说获胜的蛋仔还有神秘奖励，你要不要也尝试一下？算了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辉哥，你确定不是傻子大挑战啊？这么撞下去，你们迟早要变成傻蛋呀！不可能，你看那里，保安队浪哥他们也在紧急训练呢。芥蛋们，你们说他们是不是疯了？我来。看来大家都很有信心呀。那么好，现在挑战开始，大家分别进入地图闯关，只要抵达最后的终点，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。希望辉哥挑战过后不会变成傻蛋。这就是管理员说的撞门大挑战，初级炸弹门。这看着很简单，我直接一个滚动就可以把前面几个用木头做的门撞坏。这些加固后的门我也不放在眼里，只需要几个撞击就能够通过。葫芦兄弟里面的三娃是怎么说来着？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。接下来的难度增加变成了铁门，但是我依然不怕，咱苦练铁头功不就是为了对付他吗？干了兄弟们。哎呦哥，这一扇铁门加固后的硬度确实有点高，看来不能用蛮力了，得找一找弱点，比如撞击加固的地方，只要把它撞散，咱们就可以通过。有道理。果然有效果，铁门开始松动，再继续加把力。去你呀！漂亮，接着看下一扇，这次材质又换成了钢板门，咱们还是撞击大门边缘，这里是它最薄弱的地方。开始松动，这扇钢板门坚持不住了。搞定，有请下一扇太监门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太和监呗。啊，这就坏了？不是，我还没开始用力呢。兄弟们，厉害的来了，这次是黄金门。嘿，这黄金是假的吧？也太不堪一击了。钻石门，我希望你可以让我用点力气，不然我的铁头功不是白练了吗？大门中间部分发生了变形，就需加大力度撞它。OK， 也是成功撞坏了钻石门。来到下一扇霸王黑曜关啊，一击，我撞了一击就坏了，这怎么越往后越简单呢？我看这扇门也不是很难突破。瞧好吧。话说早了，兄弟们有点晕，我好像看见我太奶了。没事啊，坚持住，这扇门马上就要坏了。哎呦，总算来到下一关，这里有个炮弹道具，懂了，肯定是告诉我们这扇门只能用炮弹打坏。哎呀，正好可以让我的头缓一缓。干了兄弟们。轰了半天可算是坏了，前面应该是最后一扇门，看看就能搞出什么幺蛾子。嘿，用头撞没有任何反应，旁边有一个方块，难道说原来如此，借助外力就可以轻松破坏大门，怎么样？我这肯定算是挑战成功了吧？恭喜辉哥挑战成功，获得铁头蛋称号的奖励。没了，这就是你说的丰厚奖励？我就说嘛，这是个傻子的挑战。不是，小背头浪哥，那你们俩呢？辉哥，我闯过一半后，被撞得眼冒金星晕倒了，所以就放弃了挑战。我刚进地图就怂了，直接就选择了退出。完了兄弟们，这下辉哥真变成傻蛋了。